小希，这是街上现在最流行的毛衣，送给你的。这个毛衣真好看，来，比划比划。啊，这你不会是偷的吧？这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就指望这么衣服就收买我。 这个眼镜是送给您的哦，你还给我买礼物，哎呀，这么好的眼镜啊，这还是金边的，哎呀，我这个旧眼镜还能凑合戴呢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挺贵的，要不然这样，心意我领了，把这个退了算了啊。爸，您说啥呢？自打我来到咱们家，您对我就一直特别好。 我给您添了很多的麻烦，您不但不怪我，还一直在帮我。要不是您啊，我早回小西沟了。哎，你这说的，快收下吧，来试试，要不然我都没脸在家里待下去了。哎呀，要说起这个呀，还真是对不起你呢。林木他妈心气高，这些年又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林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他的心思啊难免重了一些。 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你就多包涵，多担待了。委屈啥呀，爸？我能从小西沟到这大北京城，我每天早晨起来都是笑醒的。快试试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个是给林从的，等他回来，您替我给他啊。哦，哎呀，这让你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看。哎呀，没多少。哎呀。 又乱花钱，这一伙是费还没交呢。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小世民，哼！哟，这么好看的啊！哎呦，大小正合适，颜色也好，花也好啊！哎，真好看，小青你穿这个。怎么到现在都不做饭呢？等着我伺候呢是吧？咱们今天不做饭了，出去吃，我请客。 这是小麦给你买的，您试试。老林，嗯，你把钱借给谁了？钱我，你是不是借他了？啊，是啊，怎么了？ 有脸说是你送我的衣服，闹了半天你花的是我的钱。哎，你这人家是，这钱是我借给人家小麦做生意的，人家凭着自己劳动赚点钱给大家买点礼品，这不是名正言顺的事吗？你什么什么？做生意？不，做生意这事儿我一直瞒着您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的？就上回离家出走。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啊？是啊。李艳萍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瞒着我，拿我辛辛苦攒下的钱，你去当好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这钱是我借的，我会连本带息还的。住嘴！怪不得你死乞白赖赖在这不走，闹了半天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呀！我真小瞧你了。你说，你这么点事儿，你还有完没完呀？这是小事吗？啊，这叫投机倒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一个大学教授，你啊，你纵容这种不正之风，你一点原则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妈，您别生气，这都什么年头了，还投机倒把呢？那外边多了去了，那个小商贩、小摊贩都摆摊呢。那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啊，除了街皮，就是盲流，要不就是二流子。我不是二流子。 我也不是盲流，我借我爸的钱会还的。你等等，你叫什么？叫爸？谁允许你叫爸了？啊？谁允许你叫爸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承认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我们家没有这么丢人现眼的媳妇。行，小麦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会，这个礼物我们收下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李元平，你是不是偏要跟我对着干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长期不尊重我。这本来嘛，你说小麦是林家的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儿，你说她的事儿，那不就是咱们家的事儿吗？你说你这都不满意，你说，那你说，你走。好。这句话你早就想说，你今天终于说出嘴了。我听你的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，我马上就走。我给你腾地儿。哎呀妈，你干嘛？走，你这是。哎呀妈，你干嘛去？你能走哪儿去呀？妈，你干嘛？我走。你走哪儿去啊你？我死去，我死去总行了吧？小麦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你有什么气你在我这儿撒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打我骂我都行啊。我哪敢呢？啊！您现在都骑到我头上拉屎了，您就别假惺惺的了。我走，我成全你，我把这地儿腾给你，您是我祖宗。哎呀，妈，您走哪儿去呀？我走，你说句话呀，爸。你说嘛，本来嘛，这高高兴兴的事，你说让他一搅和，这都成什么了？你这是？哎呀，哎，都怪你，王小麦，你说你做什么生意好好的？我走。哎呀，您那边走，您那边走。哎呦。小麦，你甭管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甭理。哎呀妈，你别哭了，你别生气，你理他们呢。你别哭了。小希，真的，我没脸在这待下去了。你说你爸，你爸他为了一个农村老娘们，他竟然要赶我走。他良心都叫狗给吃了。哎呀，我爸那是气话，你走了谁照顾他？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走了，那农村老娘们照顾他呀？啊，那老娘们他不上赶着吗？啊，我走了不正合适吗？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哎，你不是跟我跟林从说吗？让我们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啊，还让我们不放弃。那你怎么能先认输呢？是不是？你不能。对吧？啊，对，我是说过，对，我不能走，我得坚持。对，我干嘛走啊？就是，这是我的家。对呀，凭什么我走啊？要走也得是那个老娘们走。对，她走，咱不走啊。对，不能走。我跟你说，小希啊，那句老话说的太对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了你哥哥的后半生啊，我咬着牙我也得把这个恶婆婆给当到底，真的。妈，你还真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你是恶婆婆呀。我是装恶婆婆，我哪是恶婆婆呀。行，你装你不是恶婆婆，你是我好妈啊，你最好了。妈，我说句招你不高兴的话啊，你说，其实我挺同情那王小麦的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就我要是他吧，你给我金山银山，我都不能进这家门。你这死孩子，你是劝我，你还是气我？你给我乐一个，妈，你别再气我了。行，我不气你了。你笑一个行吗？啊，我笑得出来，我把人都给得罪完了，好人都是你爸的。哎呀，我站你这边，这你别生气了，你笑一个。那你不笑，我给你笑一个行吗？行吧啊。你别生气了，气坏身子，咱怎么抗战啊？是吧？好好配合你妈哦。哎，得。杨老师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林教授的气，钱我先还这么多，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还上。我给您买的衣裳放在桌上了，还有林木的皮鞋，丫丫就先拜托您照顾几天，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就来接她。
再次说一声对不起，王小麦。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就来接他。再次说一声对不起，王小麦。